要感谢于老师对我的帮助。您怎么那么客气？真的啊，人以人家那个家境，人家那个状态，嗯，能说相声是我的福分。哎呦，这就过严重了。你看我在台上老拿着开玩笑，这个那个，人家在家里边跟个小宝贝儿似的。那我这岁数还小宝贝儿？给你们透露一下，他们家他是两门守着这么一个儿。您细说说。嗯，他两门就是他父亲跟他大爷。哦，这两针还肯不好说。比如说，哎，我是他父亲，然后你别这么举例，别这么举例子，就是啊，他爸爸是哥俩，人家听得明白，听得明白。是他大爷那针没儿子，哦，就是拿他当我儿子，就是什么叫当谁儿子？拿他当儿子是吗？哎，怎么这么难说？两针守着一个啊，就明白了是吧？啊，是知道了，宠的都不行了，从小就惯。那会儿他，我听老人说他大爷跟大妈那会儿。盼儿子盼着都不行了，想得儿子。哎呀，那个，尤其他大妈啊，一心就想啊，嗯，我得给老于家添一个儿子啊啊，有这想法。一晃跟他大爷结婚那么些年，没儿子，真着急。是，怎么没有？不能在那会儿生好几个啊？哪会儿生好几个？那会儿一块的小姐们都生好几个了。您说清楚了，我怎么没有呢？啊，后来连那个偏方、封建迷信都用上了。哎呦。有人告诉了啊，说谁家死人出殡啊？你看孝子跟那儿哭丧哦，哭丧不得摔老盆吗？啊，得摔个盆。北方有这习俗，孝子一搀出来拿一盆啊，跟这儿一哭爸爸一哭妈妈，啪一扔哦，地上有一块砖，嗯，就这盆摔在砖上，摔得粉粉碎。是，谁过去抢那块砖拿回家？文言词叫义子孙，哦，就说明拿这个回家就后边容易生孩子。就跟拴娃娃那个道理差不多。哎、他大妈真是满处扫听谁家死人了，知道吗？打听这多丧气！哎呀，挨那个打都无数了，真的吗？是啊，人家结婚他也问今儿出殡呢。嗨，这太没眼力见了，这是盼子心切。他大妈那会儿啊，一说这家死人了，明儿好早晨8点出殡，哦，凌晨4点他大妈就上那等着去，就等抢这个，就等着抢那块砖。你瞧瞧，啊、他比孝子去的还早呢，他这叫虔诚。到6点来钟，大妈跟那儿等着，哈哈，这就跃跃欲试，等着抢啊！周围那老太太都劝他：“你行了吧？怎么，你也让别人抢一块吧？都让他抢去了。你们家拿这砖都盖了3间北房了，好家伙！啊，这租房子去了，这个啊，你让别人抢不听，非抢。大妈手也快，就抢这砖，是吧？孝子搀出来举这个盆，我那砖呢？没了。”还没摔呢就抢走了，大妈抱砖跑了那快，好家伙，就希望有一孩子啊。当然最后这汁儿生了一小子，也算啊挺好，是两门守着一个，你这多疼啊，宠的都不行了。是真的啊，你说这个样的家庭很容易把孩子最后溺爱了，就惯坏了。但谦儿哥没有啊，我倒还行。我们合作这么些年来，咱实话实说啊，嗯，我发自肺腑的是真的。灯灭你灭，真的、啊、我灭干嘛呀？您起誓我灭干嘛？就这样显得真实。我不用，真的不说谎。谦儿哥那是人中龙凤，您过奖了，都是厉害的牲口，真的。牲口不是，人中龙凤，马中赤兔。啊，那您就、啊、就是好啊！哎，您别带牲口。我举一个例子啊，啊，举一个例子啊，您说，就说他这疼人劲儿。我，比如说郭德纲，嗯，在后台待着。哦，这一屋子可能有300人、500人，啊，人多，哎呀，都有吧，徒弟们、孩子们都在。嗯，我说了一句话，您说，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哦，手机没电了。说完这一句话，嗯，这屋里边没有人理我，都不借呀、啊，只有谦儿哥站起来，啊，我给你拿去，啊，我这方便呢。谦儿哥先把输液这针拔了，我这还输着液呢，啊、把呼吸机拔了。我能拔得动这个也还行，嗯，把胃管拔了，嚯，我这玩命来了，把肠镜拔了，哎，我不知道，我还以为电的呢，这个、嗯，都拔完了啊，打开门冲出去、回家，给我拿充电宝去，我这是疯了呀，我这一出门啊，一出门打雷下雨，还没完呢，就这雷，嗯。奔着于老师这脸，咔！这雷也是解着恨来的。嗯嗯，啪！啊，摔那儿了。
哎，站起来还往家跑，就这么执着啊，往家跑。嗯，往前面走，地上有狗屎，我这大灾小地儿都得来。嗯，一脚踩在狗屎上了。嗯，日啪砰，旁边有地沟，掉地沟里边。哎呀，地沟里边都是大铁钉子，尖儿冲上。这谁修的地沟啊？这是怎么那么损呢？这个趴在这上边了啊，打这上边再说一身的眼儿啊。哇，那血刺的就跟那什么那个花洒似的。好家伙，刺着血还往家跑。哎呀，给我拿充电宝去。啊啊啊！哎，没忘。再往前走，马路上过大汽车，嗯、还有大卡车，奔着脸来打，啪！行了，嗯，站起来还往家跑，还跑呢。到家拿充电宝，转身给我送来，这扭脸就出来了。转身一出来，汽车又来了，啪！这孙子等着我呢，是怎么着？撞脸上，他不走了，他往回跑，往回跑啊！郭德纲还等着充电宝呢。好嘛，跑跑跑跑跑！哎呀，哎，地上那个狗屎哪去了？我找屎呢，没有狗屎，地沟还在啊，自己滑，啪啪！我一猜就是扎一身眼儿出来，滋着血往这跑啊，还有血呢。到这门口不进来，哦，等那雷呀、啊，呵好。等十分钟，雷下来，咔，嗯，劈脸上，这算踏实了。行了，哎，再没了。开门进来，嗯，充电宝给我。行了，我眼泪都下来了。您是得哭哭了，我都感动死了啊！接过充电宝，捋出线来，找着插头啊，插在我的充电宝上。哎，你缺德不缺德？不是手机没电了啊？哎呀，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我们俩好的不能再好。您想想吧、嗯、生死弟兄过命的朋友是什么叫朋友哦这还有讲吗什么叫朋哦单字上古时期人们都住在中原地区嗯离着海边远拿贝壳当钱哦这个听说过因为见贝壳见的少吗嗯五个贝壳拿绳子穿上这叫一季哦两季为一朋这个字来了哥们儿了拿两挂贝壳下来带你吃饭去哦也就说拿这朋去嗯啊就说明咱们的交情是朋友什么叫朋嗯咱们能聚在一块儿就叫朋哦什么叫友过心互相能照顾叫友、哦、朋包括友友不包括朋你瞧但是能到朋友那已经了不得了这就有交情了朋友分多少种都有笔友笔友是写信哦，以文会友，哎，嗯，网友，这是互联网上交的朋友，都上网，他们好出去玩去叫、嗯、驴友，旅游的那个，驴肉友，对，驴肉友，集中在保定地区，哎，都加火烧的朋友是吗？嗯嗯嗯，驴肉友，哦、嗯、哦，泡友，喂，什么？好洗澡的那个。在澡堂子里边泡着的这个朋友、嗯、你以为呢我以为取充电宝掉沟里头了、哦、你吓我一身冷汗您还吓 我真怕你说出来放炮的那个朋友、啊、没有这么些朋友朋友分多少种嗯，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那当然啊，嗯这个过去来说有很多的说法啊老年间说谁跟谁什么什么朋友哦啊这个忘年之交忘年交是忘年交是岁数有差距但是排除这些差异咱们是朋友怎么叫差异你看比如说我哦郭德纲嗯85岁了嚯于老师呢家里有一个孙女儿19哦您说这忘年交不着急我是不着急您这过什么瘾呢19岁一闺女啊大高个儿大长腿大长头发嚯、哦、又狗狗又丢丢这好看呗就喜欢我嗯你瞧我有点为难还为难呢啊我就跟这闺女说了你奶奶要知道会生气的没听说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不是、啊、但是我决定要冲破封建的束缚打破世俗的眼光少来这套啊流氓就是流氓哎你看您说的这是朋友吗这个
你看，我宁可把辈儿都挫下来了。你看，谁跟你？你不认可我们俩？谁让你挫了？这种感情，您说的不是忘年交吗？对，我们俩都忘了年纪，那是你忘了年纪了啊。我们都忘了有年子这个事儿，忘了年纪。我就说忘年之交哦，有这个，哎，这叫忘年交。还有那个知音之交，知音是？你看古代有钟子期啊，俞伯牙，哎，这听琴摔琴。俞伯牙是朝里的官儿啊，嗯，奉了大王之命，天下访贤。哦，走到这儿，听见钟子期正在抚琴啊，就弹瑶琴，弹着瑶琴，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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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革命的红旗。这是瑶琴弹的吗？这个，这三弦弹的，这是。反正就唱着弹着呢。啊，哎，觉得你很好，哦，我要跟你交朋友。你瞧，两个人一聊天，嗯，哎呀，志向方方面面的想法是一样的，哦，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是好哥们儿，交朋友，咱们是知音嘛，嗯嗯，明年8月15我还要来，再来，转年再来的时候，弹琴的这钟子期已经去世了，嗯，不在了，哎呀，好难过吧，就这那的，到最后琴也摔了，嗯，得了，不再交朋友了，琴摔了，摔琴，摔完琴抱着琴，哦，到这保险公司骗保，啊，骗保去了，没有，这不是好人的这个，就说这意思啊啊，这是知音之交啊，有听过这个故事，哎，还有患难之交，您再说一说，比如于老师，哦，我怎么了？你是一个80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哦，这是谁的孙女19啊？这还，你的孙女19，我这嗨。那不管用，然后就给你从家 K 出去了。我这，您说说吧，这里边没有那孙女的事啊。哦哦，不挨着。嗯，于老师80来岁，奔90了，高龄了，老艺术家。嗯，从年轻的时候就坚持说相声。哦，喜欢，哎呀，爱说相声，在哪儿呢？嗯，东五环外头有一片高粱地。我在高粱地里说相声。哎呀，练功啊，打14就在那儿练功。嚯，哦！哎呦，练到80。哎，常年累月跟那儿背词儿，练表情，练表演，给谁看？哎呀，爱说爱练。嗯，到80岁这天，创作了一个新作品啊，叫《打倒郭德纲》。这个作品获得了业内同仁的认可。这高粱地里哪那么些主流相声演员？嗯，天天跟这儿练。嚯，哦，打倒郭德纲，恨郭德纲，嗯，啊，如何如何，练功呗。嗯啊，拿这当练功，练功了。哎，这天高粱地外边来人了，哦，来一帮人上那逮蛐蛐来，啊，逮蛐蛐，逮蝈蝈，是拿一大抄子啊，哎，这抄子抡起来，咵，这个给老艺术家就扣上了。好家伙，我搁蛐蛐罩子里了。嗯，带头的这个是一华侨，哦，赞比亚的华侨，这地儿还挺偏。哼，嗯，你就是那个老艺术家于谦吧？他愣认识我，请您。嗯，到我们那里去发展，嚯，赞比亚，啊，在非洲的中南部，您还了解这个地方出铜矿，铜，金银铜那个铜，金属出铜矿，嗯嗯嗯，咖啡好，是当地日常饮食吃这东西叫恩西玛，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那不是就是棒渣粥吗？那个要请您到那儿去说相声，你一琢磨这干得过。哦，呵，要到了赞比亚，嗯，戴个铜草帽，嗯，端着咖啡，端着一碗棒子面粥，恩西玛，啊，您还了得吗？那是我净吃高粱了这么些年，嗯，我来点棒子面吧，对，换换口吧，啊啊，哎，我这什么形象？我这华侨说了，您要到那儿常年吃恩西玛，保证您最起码能活到60。哼，我回去了，我这个，啊，啊去吧。这啊，给您送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我坐着这个吃恩西玛去啊？对溜，哦，甭管怎么着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是。哎，这天您就到了赞比亚了。哦，到那之后坏了，是他们是憋着拿您祭天呢。怎么叫祭天呢？哎，当地有这个少数民族啊，啊，憋着拿您祭天。嚯，哦，给您先扒一个干干净净的衣服，哎，啊，是扒好了，给您身上刷上黄酱。酱，哎，有点葱花辣椒面都撒好了，拿我当羊排要烤了是怎么着？这儿架上火大铁篦子，好嘛，哎，人家所有的华侨跟那儿开开凉啤酒等着看您呢，就等着吃我呢，这是要祭天啊。于老师傻了，那是啊，傻了啊，
就冲天上喊吧，啊，谁能救我呀？这还谁救我，谁就是我的亲爹，我就听见了。您是听见亲爹了，你没听见我喊，我正在北京呢，我就听见了。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嗯，我得救你啊。您去救我，您落了难了，那您救我去。什么叫患难之交，你得落难，这是哥们儿。我赶紧给那边打电话，嗯，可以了，把人放了吧。你们一伙的，你们这叫这是救我去了，这才把于老师送回国来啊。你说咱们这交情差得了吗？没您好着呢啊。于老师无以为报啊。嗯，对不起德刚，我你看就说说相声骂郭德纲来着啊。哦，我也无以为报。那我有个孙女儿19。我这嗨，别提这个了，怎么老有这19的。就说患难之交啊，这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都不叫事儿啊。你还有一种那叫什么稳静之交。哦，这个又是什么意思？自稳的稳，静是脖子。啊，哎呦，这稳静之交，这听着可比祭天那个听着口感就不一样。哎，那是得先稳静后祭天嘛。哦，啊，那得还得拿您举例子。还拿我说。于老师怎么来？于老师是一个30来岁的一个大小伙子，年轻力壮。您身边所有的朋友，嗯，都是这份的，都好大企业家。是啊，呵，这个呀，啊，买了私人飞机了，这是我的朋友。那个光游艇趁10个，哥们儿。这在澳大利亚买了5个海岛，这都跟我好。于老师说，我不能落后啊。当然啊，我于谦也要成为一个醋类。哎，这就出来，我于谦要成为一个醋类拔萃的人，就冲这嘴就好不了您这。我要成为一个醋类拔萃的人。出类拔萃，出类拔萃的人。我胆子怎么着？我要成为一个万元户。我死不死啊？我哎，我还没成万元户，我跟人这帮交什么朋友？我是万元，他不1万1万的挣吗？哦，对不对啊？哦，先数着。哎，我的目标，我于谦要从1万开始挣，还没挣到1万，就挣了无计其数的1万了。哦，到那会儿我要把赞比亚买下来。你瞧，我买这地儿，我要到赞比亚去当国王。哦，哎，我的王冠是纯铜的，还是铜草帽？我端着我那恩西玛，拿着咖啡。这碗棒子面粥就舍不得扔。嗯，我踏踏实实当我的国王啊，国王兼皇上。哦呵，都来。哎，兼正宫皇后啊，一个人干呢这事儿，有点什么粗活累活都是自个儿的。好嘛，你就霸占了赞比亚，都是我的。那是，以后你死了，你那棺材里都是恩西玛。哎呵，我让棒子面粥呛死的。这反正人就是得有这想法啊。啊啊。哎，于老师一想，要是这样的话，怎么样？我先得有个好身体。啊，我先锻炼。哪个好身体怎么能坚持到赞比亚？是是是，你算算，打六里桥上了长途车，就这一道啊，颠弄也得颠弄死。哎，对，这得多颠呢，对不对？不能到嘴的恩西玛让它飞了呀。嗨，没什么好的。哎，啊，从明天开始先去体检，哦，检查身体。有一个好身体，对，于老师去了，啊，那就做个 B 超呗，是吧？哦哦，查查体啊，嗯，喝水。啊 ，B 超，打早晨9点到医院就等着叫号。哦，先喝水。做 B 超得喝水啊。对对，查肾。喝水，然后查的看得清楚。嗯。来1箱矿泉水，先喝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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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看着矿泉水瓶子，自个儿感慨。嗯。这要是1箱恩西玛得多好。嗨，这是我的图腾。那是，嗯，你的 logo。这嗨，行了。喝1箱又1箱，喝2箱。嗯。喝2箱还怕不够，一回头，哟呵，啊，医院还得准备茶水了，还有茶，旁边桌子上一个盘，嗯，盘上一杯一杯的，哦，哎呀，喝，热乎乎，啊，喝吧，不一样，那是啊，有的咸丝丝的呀，啊，还有的甜不劲的，这，根据口味调的，那是那是，喝吧，嗯，喝完了坐着，又说不出话来了，是吗？嘴里都拉不开栓了，啊，齁的，嗯。护士出来了啊，那盘子尿样呢？好嘛，我就知道不是茶。那，哎，20来个老爷们白尿了，这是。好嘛，我这毁多少人呢？于老师个儿老个儿老的啊，啊，噗噗，干嘛呢？往外啐着结石。好嘛，还有老头这里头拧开水管子，嗯，啊，撅那儿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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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喝凉水往下送送，淡化一下。好家伙，这肚子已经胀得都不行了，水多呀，千钧一发。嗯，那儿喊了。于谦到你了，终于到了。做 B 超，嗯，于老师进来了。是，您好。哦，
啊，于老师啊，嗯，躺那儿准备。哎，于老师躺那儿，人家大夫换手套，对，弄好了。一回头，嗯，把裤衩穿上，我脱了，我这太没有常识了，松紧带都崩裂了，实在穿不住了呢啊。再蹬上点去啊！那么大岁数，没羞没臊，真是的啊！你以为你是赞比亚国王呢是吧？不，这位什么都知道，这大夫这个愿望让人看出来了，哎，写脸上了。大夫手里拿一手柄，这儿看着那屏幕，嗯、这手柄在肚子上摁，他得看啊。这大夫太愣，怎么呢？摁的时候太使劲了，劲儿大了，屏住呼吸啊，嗯，滋！哎呀，怎么了这是？于老师实在憋不住了。啊，尿了一墙！哎呀，到底是搞艺术了？怎么？要别人尿墙上就随便尿啊？您这尿出来四个字写的是“妙手回春”。哼，大夫都得佩服我。那是哈、啊嗯，大夫说滚蛋！哎，这是得把我轰出去。尿去，尿去，尿去，尿去！多新鲜！尿太多都看不见了啊！好嘛，这手柄就跟扔马桶里似的啊！于老师上厕所尿去吧。嗯。进去时候十二点，嗯，尿完出来12:40，好嘛，我尿盯一小时，嗯嗯，中午人大夫得吃饭去了啊，于老爷得吃饭去吧，是，吃完饭回来又弄两箱矿泉水跟在这儿，重新喝，我这多新鲜呐 啊！刚才那趴布尿出去了嘛，是吧？啊，对，喝完了，大夫还没回来呢，哦，自个儿在医院后门这儿遛弯儿，哦，医院后门这儿啊有条小河沟，是，哎，有树林。哎，鸟语花香，嗯，跟着看着挺开心哦。突然间发现打这边来一姑娘，哦，姑娘长得挺好看，嗯，满脸的眼泪，哭了难受，哭了，顺着河边往水里边走，哟，水都到这儿了，这是要自杀，这肯定要寻短见的。于老师善良啊，是啊，不行，我要把她救回来，我应该。但是于老师心说，从我这儿到他那儿、嗯，我这一闹，他一头扎进去死了，这就坏了，我来不及呀、啊。急中生智，怎么办了？脱裤子就尿，尿，那点尿都尿到河里边了。嗯，这姑娘回头看了一眼，嗯，骂着街就上来了。哎呀，对，都不死了、嗯、是吗？上来，你缺德不缺德你 啊？你是人吗？怎么了？死不让我们死一干净的啊？不至于污染成那样。于老师，我这是救你啊！啊，姑娘贵姓啊？是。我姓姚、哦、你好姚姐、啊、姚姐你有没有一好说好听的为什么要自杀嗯，姑娘哭了啊，活不了了多少原因我男朋友不要我了哟，嗯，他非说我有外遇有没有说我跟李先生不错他冤枉我、哦、那人姓赵嗯，还是有但是孩子是孙大哥的好这就俩了于老感动了啊，好啊是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天鹅呀嗨、哎，我给他炖了吗？那就、啊，怎么了？那白天鹅就玉洁冰清啊！我怎么瞧着了？爱你爱的都不行了。哦，你能跟我交朋友吗？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女子。嚯、哦，姑娘说要跟我交往，必须你得没交过女朋友才行。我很在乎这一点。那你怎么不在乎你自个儿呢？嗯。于老师一拍胸脯，嗯，没交过女朋友啊、哦！我还真这样。日后你就是我的王后。我早晚要带你到赞比亚去喝恩玛。哎，但别提这个。姑娘说：“那我还有条件呢。”你说说。嗯，有车有房。哦，没有爹娘。这条件狠点了，全是做牙花子。嗯，可以买车买房。哎，但是我是一个孝子。对了，爹娘这个事儿、嗯，你容我半个月。哎，嚯！好家伙，真要下手啊！这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哎，这不是什么姻缘，一男一女，你恩我爱，情投意合。是啊，于老师跟这个姚姐，你别提这个了。两个人开始同居。哦，我们俩还同居了。哎呀，找了一个特别棒的小区。嘿，你住3号楼，他住4号楼、嗯，这叫同居吗？这个俩楼就都是你花的钱租的2套房，那就叫同居、啊。每天你过去给人家做饭、收拾屋子、刷碗啊，到睡觉人家把你轰回来。我就认为这是同居。得了，一晃3月过去了。哦，这天夜里于老师睡不着觉，看电视。哦，电视演这动物世界。什么呀？春天到了，交配的季节开始了，万物复苏。是。于老师坐起来了。嗯，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呐。我拿动物世界当毛片看呢，我这什么思路啊？我这是，嗯，我要去找他。
想起来了，认识快一年了，凭什么？嗯，连握手都没有过。呵，拿钥匙，我有钥匙。那下三号楼奔四号楼。嗯，到这咔啦一拧开门，一推门，怎么样？姚姐跟一男孩在床上躺着睡觉了，让我逮着了啊！于老师，这，嗯，这，我这，我行了，行了，我这要现行是怎么着？王者之气，王八之气，这是王者之气。气得滚赞比亚的国王啊，这是啊！哎呀，行了，干什么呢？问问他吧。一喊，俩人坐起来了啊！你看我，我看你，冲着谦儿哥，嗯，耶，嘛，愚人节快乐！什么日子这？愚人节快乐啊！于老师乐了，啊，愚人节快乐！我跟他们一块喊，打扰了，打扰了，再见，再见。我走了，走了，于老师走了。哦，一晃半年啊。哦，半年后这一天，于老师跟这女孩俩人跟街上走着走着，嗯，于老师突然间站住，想，那天不是愚人节啊，这才想起来啊，我这反应半年，我是那么好骗的吗？那天可能是四月七号，想起来了，骗我说那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嗨，你问这干嘛呀？哎呀，姑娘也傻了啊！于老真急了，那还不急？旁边路上有一个卖西瓜的，哦，于老一伸手，把卖西瓜这刀拿过来，哎呦，搁脖子这儿啊！说，嗯，哪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这叫威胁，千钧一发，救命的朋友来了，您到了，就是我。您怎么着？我打着过，我一瞧于谦拿着刀呢，啊，吓坏了，是谦哥一叫我，他一回头，刺啦，哎嗨。稳静之交，这交情就自杀，这交情的后事都是我办的，那管什么用，还死你手里了呢。坟前立了一块大石碑，一人多高，上面俩大字、啊、什么字？活该。哎嗨，这是活该，这就是交情。嗯，当然了啊，各种交情，你这个知交那个知交，这说起来嗯几百年的历史，是咱们说那些个呢也确实不太现实、哦、我只是希望跟您咱哥俩您说好好的过一辈子。谢谢您，真的啊，应该我就拿您当我的亲哥哥一样看待，您就是我的亲兄弟，真的啊、嗯、有人要是送我一颗人参啊，这么长二尺五、哦、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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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给谦儿哥送去。您这兄弟，您要这么说 啊要有人送我这么大一灵芝，嗯，不要，给郭德纲拿去。你这有人送我这么一桶恩西玛，给于老送去。我给您送回去。我们这一国都是这个、嗯、陛下让我感动。您客气。有人给于老师送一盒子来啊，来人表情很阴森。怎么？这是于谦的。哦，他一走，打开盖一看，嗯，里边是一个坏蛋。你要留下这东西，你就是坏蛋了。那我怎么？我一把就抢过来了。哦，拿过来放到我兜里。嗯，我是坏蛋，这可不行，我得从您那儿抢过来，揣到我怀里，我得是那坏蛋。从你怀里抢过来，掖着我嘎着窝这儿，我是坏蛋。从您嘎着窝里抢过来，揣到我裤子兜里，我是那坏蛋。打你裤子里抢出来，塞你嘴里，我是坏蛋。那你就是坏蛋，你这。你看懂交情不懂啊？不像话的，有往嘴里杵的吗？不，把你嘴里掏出来，搁到我那小盒里头。哎，我是坏蛋。打您盒里头，我抢过来锁到我箱子里头，我是那坏蛋。打你箱子里拿出来，搁到我保险柜里，我是坏蛋。打您保险柜里抢过来，搁到我保险柜里，上上锁，把钥匙我得扔到盒里头，我是那坏蛋。我不要了，不要了，像话？你看你这么要，给你吧啊！不行，咱俩得抢啊！我还得抢。当然了，从盒里把钥匙掏出来，开开保险柜，拿出这东西来，搁到你们家祖宗板上。嗯，我是坏蛋。你太迫切了啊！我把我们家祖宗板那拿下来，我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找到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撬开棺材盖，我把这坏蛋扔你们家祖坟里头，我是那坏蛋。啊打我们家祖坟里把这坏蛋拿出来啊！我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找着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把你爷爷棺材搭出来，撬开了，要往里边扔，哟，还扔不了，怎么呢？里边躺着一坏蛋，我去你的！